在上课的妈妈在下面给教了很多事给小米老师，小米老师刚才上课就任命了我当是一级班长，妈妈是给老师送你了吧？虽然送你是不对的，但妈妈送给送给语文老师也不是喜欢。妈妈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，真是有心了，小米老师也令我太失望了。他说的对，他是真的把他的身家一分不剩的全部给我了。我正要找你，你妈妈说最近天气变化大，给你分别准备了一套薄外套和厚外套，冷冷热了你都可以换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妈妈和老师。可是小美老师，这个盒子是谁送给你的？这个嘛，小美，我给你的求婚礼盒你打开了吗？哦，看来没有，我存放了一本书，我拿走去换哈。我妈妈也喜欢把书放进存的箱里。嗯，哦，全部收了。